里面有龙虾，好像还不止一只，我就看两个大钳子在这里划来划去的，是不是？哦呦，这太过瘾了！这下来发现龙虾洞，我不敢用手拿，怕它夹我。这只好凶啊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哦呦呦，一直在弹。哦呦，太多了这只。噔噔，这只个头可以哦，底下还有一只，咱把底下那只也掏出来。来，哇塞，这底下这只大，底下这只钳子可大了，快出来！底下，你这下面狗那么紧干什么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哦，拿住它了，这只大，这只大。哇，这只很肥呀、啊，头也大，尾巴也肥，哇啊，这过瘾啊！这今天太快乐了，这上来就收获两只这么大的大龙虾，收了收了收了，咱继续啊，走走走，这些小石缝底下咱们翻翻看啊。哎呦，哎，有个意外的收获，看看是不是有货？噔噔，居然扒住一只八爪鱼，我刚刚去看到它那个大脑袋，圆鼓鼓的，一只长腿八爪鱼。涮涮，洗干净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个头，这种很脆爽，这种个头啊，这个腿很好吃。来上货，这个底下有两只小红贝，粉红色的小扇贝，这个季节特别的多了啊。一般一个浪潮下来都会打上几个出来，看可爱吧？跟大家打招呼呢。这边一只，这只颜值比较高，是这种玫红色的，很漂亮。噔噔，一共两只上货了啊。走，咱再去找一些大货。这边这底下是一条鱼，这水有点浑啊，它在这里都干了些啥呀？是不是在这里扑腾扑腾扑腾出不去了？哇、哦、这水太凉了，我得把袖子往上。嘿，哦，哎，我的妈呀，太猛了，这身上这个鱼鳞都翻都掉了，在这里折腾的。收收收，这是个大只鱼。哎，在桶边还打转转，收获。把那水给你养着啊！我过来看，你看两条长长的，这是什么鱼啊？两条长长的鱼，这是什么海鳄是吧？桶倒了，这个鱼要跑了！天哪，吓我一跳！看这个蛤蟆，我拿这只手抓住它。哇、哦，这个可以上货，挺肥的，回家炖个土豆好吃。这边，哇哇哇，跑出来了！它怎么蹦跶出来了？天哪天哪！哎，他是不是在咬我？刚刚吓死我了！哦呦呦呦，这东西一定要慢慢的拿它，不然用力抓的话，它会生气的，它就毛了。这出来出来出来，慢慢的啊，慢慢的，缓缓的，先别惹怒它。进来进来进来，两条，上货，太过瘾了。这边这个石块啊，哦，看这啥玩意儿，一个大脑袋夹在中间，跟个大。哦呦，大蛋似的，你看它一直在动，你们知道这是啥吗？哦呦嘿，我把它石块搬开，哇塞，八爪鱼啊！哦，八爪鱼，八爪鱼，哇、哦，这是个大长腿，个头不错，很肥啊，收了。你看看，你看活吧，它活着，你看，活着，啊，在动，活着。石块咱也翻翻看看，嘿，哇、哦，什么情况？这下面这八爪鱼，这底下是个啥？哦呦，这螃蟹钳住了，它是不是要吃螃蟹呀？八爪鱼的牙齿和嘴巴就长在这底下，天哪，什么情况？小螃蟹还活着，放你一条生路吧，你这个还那么小，你不应该，你不能面对这么多。啊，它还夹住这个八爪鱼了。那我想放你一条生命，你非得跟我上来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别折腾了。哟，八爪鱼跑了，八爪鱼跑了，我得把这只抓住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噔噔，哇，这只可以。好过瘾啊，撑得跟大伞似的。上货了，我看这边这个拐角处又发现一只八爪鱼，这现在就是八爪鱼的季节呀，好多、啊、哎嘿，出来。哎呦，这是个洞，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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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要进去了，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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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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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，出来，我不想伤到你，你这腿会拽掉的，会拽伤掉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再用力它腿要断了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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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只也不是很大呀，哎嘿，拽出来了，天哪，这边就拽的有点受伤了，好可怜，还好吧，这只个头咱也给它收了吧。那咱今天的收获啊，这个海鳗简直太凶了，然后抓了一些八爪鱼，大龙虾，感觉大龙虾快要断气了，我得抓点回家了啊，回家吃个活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咯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